各位线上的朋友大家好，我是郑雅华，非常开心的今天在疫情当下管制令行动下，我们出席了马来西亚第六届的金星奖颁奖典礼。这次呢，非常感谢评委的肯定给予的支持，让我再次荣获奖项。当然不忘了感谢我们的主办单位，来自马来西亚北马的歌唱交流站的主办，以及我们的创办人林胜利老师的 support 支持，感恩大家，谢谢，预祝大家新年快乐，万事如意。马来西亚杰出唱片制作人，恭喜郑雅华，有请颁奖嘉宾林胜利主席。给林胜利老师一个掌声鼓励。我经常说一步一脚印，慢慢的起步，今天来到第六届，本来是第七届嘛，对，因为 MCO 的关系，怎样的好，林胜利老师真的办得非常好，他提供了这个平台给我们，所以刚才你才知道李君球老师，哇，原来是偏 SO 啊，这个是林哥的啊、哦，一些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幕后的在工程啊、哦，所以今天晚上有这个平台呢，真的要谢谢林胜利老师，我感到非常开心。我的话，我这个是拿的是不能再拿了哈，终身成就奖是坚持的，三次，好，谢谢大家，在疫情当下，大家照顾好。
自己哈。OK， 来把麦克风交给我们的林轩宇老师，谢谢你。好，现在要颁发。